最近 PS 发售，大家应该都在疯争《三国无双七》with 猛将传吧？今天呢，要介绍这无双相当罕见，可是萨尔达无双来着。什么？林克也要无双了？看起来虽然我就不错闻，但是林克的不够看，看我的安娜七玄掌！哈！想到光荣特库莫这间游戏公司，就会自然而然想到无双系列的作品喽。在上周三任天堂线上直播发表会上，更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合作消息，那就是旗下动作冒险游戏《萨尔达传说》即将要和光荣特库莫合作，在 Wii U 上推出萨尔达无双喽。玩家们可以在大草原上使出超帅气的林克回旋斩无双，将小兵们割草。BOSS 的 size 也比其他无双游戏来的大许多。本作预计将在明年夏季推出，后续的发售消息也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电玩宅速配喽。